美丽唔一定好用，好用唔一定美丽。一只鹿企咗喺河边，一边饮水，一边欣赏自己。佢不断赞扬住自己形态多姿嘅脚，但系就对细长柔弱嘅脚唔满意。佢正喺度谂住呢啲问题，一只狮子已经向佢猛扑过去。佢喺平原上跳跃住，好快就同狮子拉开咗距离。佢钻进树林，脚就被藤蔓缠住。狮子好快赶上去将佢捉住咗啦。只鹿悔恨至极，净系我轻视嘅脚救咗我，而我所赞扬嘅脚就置我于死地啊！俗语话：人不可貌相，好多仪表堂堂、口若悬河嘅人，并唔一定系能手。相反，好多貌不出众、小言寡语嘅人，可能系实干家。所以，对眼前嘅优点同缺点，最好可以进行辩证咁认识了。